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在一把武器身上看到它的说明，拥有专用战器，这就代表这战器是独一无二的，只专属于这把武器的战器。而这类战器往往都非常华丽。那这支影片就是整理好全独特武器战器的展示，然后有分类成匕首篇、直剑篇、特大武器篇等等，你们在时间轴上滑下就看得到。而我也会尽快更新这些武器的获取方式，在这支影片下方资讯栏位里可以找到。等于说你看到某某武器有够炫炮，想要早点拿到，你可以到下方资讯栏位里找到获取方式的攻略。所以订阅、按赞、加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更新。那上肉，我们就开始今天这支影片吧。
you